为着要提供社区顶部更较好的照顾，继续旧年的精神，南投市红米社区嘛陆续开始举办小技工的课程。其中上受到长辈欢迎的音乐跳舞课程，也伫红米社区的传承之下，特别伫永康社区，搁再来开办音乐律动班。这个音乐律动班也吸引愈来愈侪长辈小少来上课。简单的动作搭配上时代老歌，每一个长辈心拢跳甲真欢喜，嘛真有精神的讲到，因为来遮跳舞运动，身体甲体力拢变好啊。哦，以前哦，老师拢较真正手啦，较真正手互人比，啊，身体就真健康啦。嘿，多只跳舞，嘿，较有体力，啊，出去佚佗，身体才会健康，安尼啦，嘿啦，嘿啦。许多人有法度来遮吼，安尼大家出来。啊，因姐姐嘛出来，心情足好诶。咱诶新陈代谢啥，搁流汗，啊，甲咱诶咧律动吼，大家骨头啥嘛，皆足能量足好诶，嘿啊。啊，即个志工吼，大家嘛足辛苦诶，啊来讲教咧足好诶，嘿啊。为着提供社区长辈更加好诶照顾，延续旧年精神，南投市由红米社区来锻炼小旗舰，课程嘛陆陆续续开始举办，当中上受长辈欢迎的音乐跳舞课程，伫永康社区来延伸开办音乐律动班，是吸引愈来愈侪长辈来上课。因咱是和时代吼做运动，甲这个健康的吼，啊，所以个音乐的这个歌唱吼，所以大家当来遮吼，来社区斗阵吼，啊，因为现在咱这社区伊的这个长者吼，大家拢有共识吼，因为伫这四年这个中间吼，一直一年一年增加吼。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其实这个 music 这个音乐哈，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老人呐，更健康。长寿的最大的一个秘诀啊，就是音乐啊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音乐呢，让大家这个老人在快乐跟欢愉的气氛当中呢，过得非常快乐的日子。永康社区本身家己就有一个国乐团，因此社区对音乐是相当的喜爱，加上社区家己小旗舰以后，陆续举办相关课程，是吸引了真侪长辈来参加，也增加了社区的参加人数，大大提升社区对老人的照顾和帮助。记者林山采访报道。